邱建良，最近来自于罗马尼亚的马克西姆。邱建良一直以来，我们看是想要利用绳圈的这个边缘的方式，是来跟对方进攻。马克西姆呢，是来自罗马尼亚的选手 ，WTO 的世界冠军。这邱建良最近没怎么，黑哨是跟那个奥多试过一趟。我们不认为邱建良比对方差。利用一个拉揣的方式打虎击头扫踢，一转身后蹬，我以为善控，田英华善攻，邱建良是善移动，邓泽其是善冲。我们再去思维，消耗体力更大。对方在腾空给了一个摆拳，扫踢后手，转身的后踹。马克西姆向裁判示意，小学生就告老师的感觉。马克西姆表示非常的头疼啊，抓不到啊。比赛结果，红方胜，邱建。